是以前从这运动从这边经过，然后就在这边膜拜一下。然后那位老太太以前是她贡献的地来建设这个两位将军的遗体骨灵是在里面，在这个庙里面。然后这个由来好像是我是只是听说而已，他是以前是那个成功队，就是海龙部队阵亡的时候漂流到这边来，然后由这边捡土埋在这边。然后这位老太太她的先生也是外省人，姓左，那边有个碑就是姓左的，然后就跟他建设到这个庙，大家都来拜啊。啊，我是从郑成功那边运动从这边转过来拜，那个就是那个老太太啊，因为年纪大了，就好像就是说没有见教拜拜，然后就给他头痛。然后我就说，我就从这边经过啊，我说那你头痛这个不大是什么病啊，你可以问清，请问两位将军说怎么样一回事。他是要求说要跟他见教庆祝，然后啊这样子，他说他没有钱啊，他没有钱，我只是说、哦、我答应他说我资助你建教收入的钱，如果不够由我来全权负责支付，没有关系。然后就这样子建、啊、那个老太太以前就他说他老了，他没有办法，就直接就交代给我，那我再接到这个一本这样来跟他建教。每年就是两位将军，是一位是农历初三那个几位初三，一位是那个五月初四啊。我们现在就是轮流初三跟做事，我也就轮流相做，一年做一次这样子，见教一年做一次，就是这样子而已。你交代一波一批，我要货再吃到一号。那这样。